御霜鹤系列呢，它更是采用了霜鹤最高等级的御品灵芝，擦过的这样的皮肤呢，还有红润光的效果，立刻呢给你红润的女神光，分子非常的细小，所以很容易就能够渗透到皮肤的底层，在晚上呢就帮你做一个深层的修护。很厉害的御品灵芝已经这样就完全渗透到我的手里面了，对不对？今天呢，我们要来开一箱最新、最有感、最值得你入手的全新抗老保养乳霜。想要知道怎么让自己变得更年轻，那么这一集节目呢，你千万别错过哦。Hello， 大家好，我是霜鹤的美容编辑小桃。肌肤的暗、干、斑、松皱等等的老化问题啊，一直都是我们最害怕面对的。光看抗老保养品的市场不断的成长，就可以想象人们是有多努力的呢，在追求青春不老。但偏偏没有一种产品是真正可以打在老化痛处，改善我们的肌肤问题的。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来认识这套全新的御霜鹤抗老保养系列，就是要带你打破抗老的极限，让你真正的看见自己越来越美，越来越年轻哦。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最美的君佩美容师来到现场，跟我们一起开箱，带我们来认识这套全新的抗老乳霜哦。欢迎我们君佩老师。Hello， 大家好，我是霜鹤的美容讲师君佩，非常的开心哦，今天能够来跟大家分享全新形象的御霜鹤顶级抗老保养系列里面脸部抗老的乳霜灵芝日霜以及灵芝晚霜。是的，那我们这一套呢，御霜鹤的这个灵芝日晚霜啊，它精品级的保养品呢，展现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全新的 logo， 有没有这个玉的 logo 呢，展现出一个禅风的高雅气质。那么霜冠上面的独特的折射设计呢，更代表着透过这套保养品呢，你将看到自己散发出来的美丽光芒哦。是的，我们可以从全新设计的 logo 可以看得出来，它是一个硬件的造型啊。那我们知道，硬件自古以来就是文人雅士非常重要的收藏，那这也代表着御霜鹤是值得收藏的精品级保养品，就像硬件一样。那君佩老师，我还看到它上面呢有这个非常细致的这个金光闪闪的图腾呢，它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意涵呢？没有错，小桃，你看它是不是有上下两个是展翅的霜鹤？那在霜鹤底下呢，产出的这个灵芝树，它吸收了日以及月的精华，生生不息的一直产出小灵芝来哦。所以这是代表的霜鹤用灵芝从日到夜紧紧的呵护我们的肌肤咯。对，就是由霜鹤萃取出来的灵芝功效来唤醒呵护我们的皮肤。哇，从这个充满质感的外表呢，闪耀光芒的瓶身，还有精美的 logo 呢，到富有意涵的图腾，每一个都是细节耶。哇，我们刚刚有说到呢，用灵芝来呵护我们的肌肤嘛，那我们知道这里面添加的这个御品灵芝啊，是霜鹤人的骄傲，而且它还拿到了这个延缓衰老的健康认证，对不对？没有错，这个全世界真的有太多太多的实验论文证实了灵芝的功效。那我找了一篇意大利的研究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意大利研究发现呢，将灵芝萃取物涂抹在皮肤上面，也就是外敷灵芝啦，可以加速皮肤的修复。那同时呢，也将这份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期刊上哦。所以有这么多的科学呢，都已经验证了灵芝对抗老化是真的有效。没有错，而且我们是第一家将灵芝生物科技运用在保养品上。而御霜鹤系列呢，它更是采用了霜鹤最高等级的御品灵芝，霜鹤最独家高功效的菌种，新鲜嫩摘，在8个小时之内制作完成，最大的程度保留了灵芝功效成分，不只能够抗老，更能够在短时间加速皮肤的修复，打造健康的基底，让我们的皮肤看起来更加的年轻哦。哇，难怪呢霜鹤会用这个御品灵芝呢为荣啦，因为它不仅仅呢是世界第一，而且呢是世界唯一哦。君佩，我们知道啊，抗老保养啊是这个保养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哦。可是呢，这些抗老保养品呢，通常呢都非常的厚重，常常给人一种好像越厚效果就越好的错觉。像我之前有用一些抗老的乳霜啊，擦完之后呢，整张脸油腻腻的，不要说抗老了，我这脸的那个粉刺啊、青春痘啊，真大爆炸！真的，很多人都跟你一样啊。那我自己个人呢，也非常不喜欢这种厚重的面霜，但是全新
新的灵芝日霜跟灵芝晚霜哦，完全没有这样的问题。连轻熟龄的朋友想要来预防老化，都非常适合的来使用哦。那小桃，你想要用用看吗？真的可以吗？太好了，我今天就等这一刻啦，好不好？那我们刚才知道说这两罐呢有分日晚霜嘛，那我要怎么样分辨哪一个是日霜，哪一个是晚霜？非常的简单哦，在设计上面呢，你可以看到金色的就是日霜，好，那像金色的日光一样。那同时呢，在瓶身上面呢，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小巧思哦，有个太阳的设计，这个就是日霜啦。那红色的这一瓶呢，就是晚霜哦，就像夕阳的微红一样。那同时一样的瓶身，它有一个月亮的这样的一个设计，这就代表它是灵芝晚霜，有没有很容易分辨呢？哇，所以就是连这些瓶身上面都有做这些小巧思，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怕用错啦。君佩啊，这一次呢，有个地方呢，我觉得超酷的，就是这一支非常特别的这个霜勺哦，它很有重量，也很有厚度，哎，质感做得超级好，哎。对啊，它透明的设计看起来是不是晶莹剔透？那这次呢，我们特别定制的乳霜勺是一支二合一的特别设计哦，一端呢是可以来挖取乳霜的勺子，那另外一端呢是圆形的乳霜按摩棒，所以你可以按按穴道啦，按按酸痛的地方啦，那它同时可以促进面霜的吸收，那或者你滑滑淋巴就可以减少脸部的浮肿哦。哇，这也太实用了吧！那接下来我们赶快来体验一下日霜的质地吧。君佩啊，我马上就遇到了第一个困难，这个霜勺的两侧呢，要用哪一侧才是挖这个乳霜的地方啊？你可以看到啊，来这个挖勺平的这一面呢，就是挖的地方哦。哦，所以是要用这一侧啊，那我来试试看咯。这个乳霜的质地跟一般的抗老乳霜好像不太一样，它有一点流动性，而且呢还有漂亮的这个少女粉红色，好梦幻。这个少女粉红色呢，其实就是原始配方的颜色哦，没有添加任何的色料在里面哦。小桃，你稍微按摩一下，你会发现呢，它很快就被皮肤吸收哦。这个质地好润，不会很厚重，跟我平常用的那种很薄的乳霜完全不一样，而且呢，你发现它吸收了之后，有没有皮肤变白了，变得很有光泽？同时它在白天的时候呢，就帮你做好皮肤的防护哦。那你有没有发现擦过的这样的皮肤呢，还有什么红润光的效果？立刻呢，给你红润的女神光。真的耶，马上就有比较亮比较保水的感觉，哇，这效果也太直接了吧。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添加六生态，也就是俗称的类肉毒的这样的成分哦，所以它可以针对我们白天是不是要做很多的表情，对，有表情就会产生什么表情纹。对，我最怕了，什么抬头纹啊、法令纹啊，这些纹路啊，只要一生马上显老。所以类肉毒呢，就可以帮助我们放松肌肉，所以可以抚平我们的表情纹。还有小桃，你刚刚说最在意的法令纹，对不对？我们还有蜂毒，它可以刺激胶原蛋白的增生，所以白天擦完了之后，你的皮肤就会看起来非常的蓬润、有光泽哦。哇，这感觉跟做医美一样，所以这个是类医美效果的这个科技乳霜了耶。那另外呢，小桃，你有没有发现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的皮肤的肤色没有像年轻的时候那么白了，对不对？没错，越来越暗沉。那灵芝日霜呢，里面还有美白的成分哦，传明酸，它就会让你的皮肤呢越来越不容易变黑，用越久呢皮肤就会越来越白。哇，所以用这个霜呢，等于是帮你做好防护，做好美白，还可以帮你放松你这个表情纹。哇，日霜也太强了吧。对啊，灵芝日霜呢可以帮助你在白天皮肤可以呈现非常的亮白蓬润，所以你也可以称它叫做蓬润霜哦。那我现在再来试试看我们的晚霜哦。
欸，这个晚霜的质地跟日霜感觉非常不同，欸，它是乳白色的，然后看起来好像质地更绵密柔润，欸，没有错，一罐好的抗老乳霜不只是能够足够的滋润之外呢，容易跟我们的皮肤融合呢更为重要。欸，我刚才挖起来的时候我以为是很勾的那一种，但它延展性很好，欸，很好推匀跟吸收，欸，因为里面啊它有添加玉品灵芝，那玉品灵芝的高浓度灵芝酸它的亲肤性非常的高，分子非常的细小，所以很容易就能够渗透到皮肤的底层，在晚上呢就帮你做一个深层的修护，恢复年轻时候的紧致弹力哦。哦，所以现在呢就是刚才提到这个很厉害的玉品灵芝已经这样就完全渗透到我的手里面了，对不对？没有错哦。那除了玉品灵芝之外呢，大家忙碌了一天，你会发现晚上回到家身心都非常的疲惫，其实你的皮肤也非常的疲惫啊，所以这时候非常需要好好的修护。那我们的晚霜里面呢添加了非常多修护的成分哦，举例来说，维他命 A 醇，哇 ，A 醇现在非常的夯，欸，很多这个贵妇级的保养品呢，都会特别的这个主打 A 醇这个成分，欸，维他命 A 醇它的功效其实很多，在初期的时候呢，它可以帮助老化细胞代谢更新，让我们的皮肤正常的启动胶原蛋白的增生哦，让老化之后变薄的皮肤变得更厚、更健康。那甚至呢，你长期的用下来呢，它可以淡化我们深层的皱纹，也就是俗称的静态纹哦。所以在晚上的时候，我们擦这个晚霜呢，就可以做一个深层的修护，帮你皮肤呢来恢复你的紧致喽。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添加天然树胶这个成分哦。晚上使用之后呢，白天醒来，你的皮肤就会变得非常的紧实，非常的有光滑度哦。那我们两只手比对一下好吗？来，你可以发现有擦过的这一只手呢，变得更加的弹润，变得更加的紧致哦。有欸，我现在这只左手呢，它擦过日霜又擦过晚霜之后，整个端到不行欸，而且摸起来是软软的耶，欸，很有感欸。所以灵芝晚霜呢，就是可以帮助你的皮肤恢复紧致有弹性，所以灵芝晚霜呢，你又可以叫它紧弹霜哦。君佩啊，听说这个日晚霜呢，在上市之前呢，还做了这个实际的人体使用的验证呢。这个日晚霜啊，整整经历了2年的研发期啊。那甚至呢，我们为了验证效果，邀请了数十位对皮肤抗老有需求的人来试用1个月的时间。那它抗老的效果呢，是肉眼可见，体验者们都非常的满意哦。那小桃，你想看看吗？好啊，想看想看。那首先呢，这位朋友他的皮肤是非常的敏感哦，那很像酒糟肌一样，经常你看到他的时候脸都是红红的又泛着油光，欸，真的耶，欸，使用前的时候他的肤色看起来非常的暗沉哦，不过使用后皮肤明显的变白耶。对，像这一种又薄又脆弱的皮肤呢，透过灵芝日霜跟晚霜，日防护夜修复，就可以恢复健康的状态啦。那也因为酒糟的出油状况会导致毛孔粗大嘛，所以在使用后你有没有发现毛孔也变得细致了，欸，有超级明显的毛孔大小真的差很多，欸，那我们来看一下另外这位朋友哦，喔，那他是小桃之前你刚刚提到的这个法令纹很深，看起来就会显老，非常典型的例子啦。真的超明显的耶，欸，他的肉眼可见法令纹真的变浅变淡了耶。没有错，而且你可以发现它整体的肤色是不是肉眼可见也变白了呢？真的耶，只要法令纹变淡，肤色白，看起来就显年轻，两张照片差超多的。那我们再接着看哦，来，这位朋友呢，他是有非常明显的法令纹之外呢，你还可以发现他嘴角延伸下来的这个木偶纹，哇，也在使用了灵芝日霜跟晚霜之后，哇，纹路通通都抚平了许多呢，真的很有效，欸，纹路都变浅了，真的很明显。还有啊，来，现代人有10个、哦，其实就有8个都是敏感的肌肤啦。而且人老化之后呢，其实皮肤也会越来越薄，越来越敏感。那一旦敏感，就会造成什么黑色素沉淀。这位朋友呢，他使用过后呢，那个泛红舒缓了，那黑色素呢也淡化了哦。哇塞，这修护力也太好了吧！另外呢，我们发现呢，其实现在很多人也有那个斑斑点点的困扰，对不对？那像这种斑点的问题，也是能够很有感的淡化哦。真的耶，斑点明显的都变少了。欸，那像这么好的效果，他们是用了多久啊？
一个月。哇塞，只用一个月就能改善这么多肌肤老化的问题，难怪这些使用者才用过一次就这么满意。对，使用者回馈都是100%的有感，那甚至连那种平时保养都不太上心的朋友啊，都能够感觉到玉霜鹤凝脂日霜跟晚霜对于他们的皮肤都有让他们皮肤变得更好。这个肌肤现在闻起来好舒服哦，你知道我非常非常重视香味哦。有一些这个时候用到那种韩系的那种保养品啊，添加了很多香精，非常刺鼻的，我呢一定会直接放弃。但是这个完全不会，也是一种好淡雅，然后好自然的玫瑰香气哦。哎，闻起来很疗愈哎。小桃，你真的很厉害，你马上发现我们凝脂日霜晚霜另一个重要的特色哦，完全没有添加任何一滴水，而是以100%的玫瑰纯露来取代哦。那为什么以100%玫瑰纯露来取代呢？现在让我们听听研发顾问怎么说。霜鹤研发团队所开发商品持续跟国际趋势接轨，尤其近年来水资源问题、环境保护议题都是在霜鹤开发上重要指标。近年来无水配方趋势更带领着研发团队在这次的玉系列中将环保玫瑰纯露作为替代超纯水配方，让活性全面升级。霜鹤研发团队特别严选花水替代所谓的超纯水作为配方基底。大家知道吗？全球的玫瑰纯露来自于摩洛哥、保加利亚、土耳其三大产地，而这次特别选用土耳其大马士革玫瑰纯露作为玉系列的重要配方，这是为什么呢？最重要的是，大马士革玫瑰纯露是最具有医疗价值，而且在味道上最具有层次感。哇，这样也太重本了吧！所以呢，它的润泽度呢才可以这么高哎。除此之外啊，这一次凝脂的日晚霜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特色哦。小桃，你有发现现代的人完全离不开3C 的产品，对不对？像你每天使用3C 产品多久的时间啊？哇，我手机成瘾啊，手机一离身就非常的不安啊，没有看手机的时间我就是在用电脑，晚上回家呢还要抱着电视机不放。没有错，现代人哦，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视，连小朋友也逃不掉哎，都是手机一族啊。但现代人其实都不知道这3C 的蓝光伤害更胜于太阳的紫外光 UVA 哦。哇，真的假的？欸，这个一般人真的不会注意到欸。蓝光啊，可是皮肤老化隐形杀手中的杀手啊，所以我们还添加了最新的抗老成分越橘干细胞，它可以有效的对抗3C 蓝光所造成的皮肤的伤害。那这个就是玉霜鹤凝脂日霜晚霜的另一个重要特色哦。哇，所以我们不只有可以修护肌肤的这个玉品凝脂，然后呢还有有效来对抗3C 蓝光老化问题的这个越橘干细胞，再加上自然无负担的玫瑰纯露无水配方，哎，完完全全的符合每个人的抗老需求哎。没有错，是符合每一个人皮肤抗老保养上的需求，所以我们从研发到生产制作甚至到设计，我们都不惜重金，只想给大家最好最有效的。好的，那我来帮大家呢做个总结哦。刚刚介绍的这两罐玉霜鹤的日晚霜，我们的日霜呢就是我们的烹饪霜，它能够支撑我们的浅层的纹路，改善你的表情纹，还有传明酸可以帮你做好美白。那么晚霜的部分呢就是我们的紧弹霜，它可以支撑我们的深层的纹路，还有 A 醇呢来做一个修护，启动代谢更新，有差呀就会有差。两罐呢缺一不可哦，日夜交替的来使用，就能够在24小时永不间断的来做到抗老的效果。那么这一套高质感、高机能、CP 值超高的抗老保养品，你一定要亲自来用用看哦。